豆，要吗？不要。在印度，他们都是用这种拌饭的。我们拌，你们会，我还是不习惯那么多人一直盯着我们呢，就是摄影机。你不是都已经参加过真人秀？可是我那时候是，都是在屋内啊，然后摄影师都离我很远啊。但如果是爱人看着你，你们会开始不自然吗？比方说你在吃饭，他就这样看着你。我已经很久没有，不要这样讲，就是被爱人看的感觉。你不要每次一讲到你老公，就好像你们已经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老夫老妻啦。那你不是有说有一段时间，你们一起去走路，每天晚上走一个小时，然后就又很有谈恋爱的感觉。嗯，八年前，也才两年前 ，OK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以生活习惯来说，他生活习惯比我还要好。因为人家不是都会说什么夫妻之间为了什么事吵架？嗯，什么牙膏的挤的方法？我是说这种小事，或者是他讲话一直都很绵绵的，都没有高低起伏。有一次我们在那个，就是像自驾游那样子。因为在美国不是都是那种要自己加油嘛，然后就我们就停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要加油，然后我正要加的时候，他就说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正要加油嘛，然后想说哦，他可能在跟我讲说不要加那个，要加另外一管，所以我说 OK OK， 然后就拿起另外一管加，结果后来就加成那个柴油，啊，然后就整个那个车子都坏了。那你有问他到底他跟你讲了什么？他就说不要加成柴油。你有骂他说你为什么当时不讲大声一点？本来已经是加对的油了，他干嘛要多事讲这一句？因为他很细心，他只要提醒我不要加成柴油，就不偏不倚的。我跟他结婚最火大就是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，一坐下去就是差点掉进马桶里，因为他那个盖子没有给我掀下来。你知道那马桶就变很大，然后我就一起就一坐就喂。怎么进去？你嘞，罄竹难书。因为他第一次无法成功把你变身。我怎么办？赶快给他一盆花。快要夕阳了，你会不会想跳八字舞啊？你以后不自觉的就会开始，你想要叫谁的时候？哎，那你就可以藏得住真花蜜跟假花蜜，就可以告诉我们。我们房间门口那个花园不是就有紫色的花吗？我不是开演唱会跟他对唱，我带他回去就吸他们。对，就像我们以前看那些僵尸片，他在变的那个过程，就开始对某些对忍不住，对忍不住的。你现在心里就是一都没有在拍的心思，一心就想说弄死年华，弄死年华，不是要弄死，就吸光那些花，然后你就好像在看镜头，然后就很狠，你眼神柔和一下说，我是在看你旁边那朵花。你们等一下是要先吃饭还是要先洗澡？先去帮你摘花。等一下，万一我不小心起飞了，你们要把我拉下来？要不要先绑一根绳儿？你觉得这个婚姻还保得住吗？难呐，难。老婆变蜜蜂，真的很难说。可是真爱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难，很难。哎呀，你变蜜蜂，你老公还会爱你吗？我觉得他应该会吧。
真的人疯恋吗？而且你老公到世界各地演讲，你都不用跟他搭飞机。他每次都问我，就说：“哎呀 ，Do I need to book your ticket? Oh, sorry, you can fly there. Don't forget, I fly very fast. 继蝙蝠侠、蜘蛛侠之后，蜜蜂侠，他不见得是侠，因为蝙蝠侠他们都是好人。他说。有一个超级英雄，因为现在不是有什么蚂蚁也有了，蝙蝠也有了，也有黄蜂女啊，蜘蛛对啊，蜜蜂其实也没有那么稀奇。还有什么会真的会让人耳目一新的？驴子吧，驴侠，那个史瑞克里面已经有了。对，那蚯蚓侠呢？它的能力是什么？就是它可以很柔软呢、啊。然后被切断之后还可以再接回来，杀不死。那一听就觉得这电影好难拍也好难看。然后我们等下在羊群拍，会某一个人被羊咬，又变成羊侠。比如说要去救人的时候，就是坏人一拿着枪，他就这样装死，对，立刻装死。喂，今晚吃啥呀？不知道哎，你觉得嘞？那咱们去吃烤肉呗，烤肉啊，吃饭干嘛吃烤肉？烤个肉等那么久，肉喜欢跟你装熟，还没吃到额头就出油。木炭有时不热情，蛤蜊爱耍自闭，弄火锅多么容易，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都加进去，冬天吃火锅爽。啊，想到了啦，你是忘记前面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你一直想不到的感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还是说你要独唱这首？哎，也可以啊。然后还忘词，还忘词，因为那个冬天那火锅就是，哎呀，鱼脚一条，我要跳下去，乱编一通，反正下面的人一定会懂不懂？我一定会乱塞字，乱塞。火锅，火锅，红的大中小，大中小，或者是小辣中啊，大辣大，我们一起吃火锅，要加酱油蒜头还是葱花呢？So,